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卡群频道。那么今天毛为大家带来什么与奇文合作的更多情报？那这一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次合作到底要几颗石头？那这边官方有直接公布了，你进行35抽就可以保底1%大奖作为了。所以这次跟之前一样是合作保底175颗石头的部分。那这次十抽的阵容呢，一共有画面中看到这7张哦，其中这一次可以二奖兑换，二奖的金藤光可以用圣妖符兑换成塔矢亮，那你也可以用塔矢亮去兑换金藤光哦。那并且这次十抽的阵容，如果你完整升华的话，就可以获得该角色的专属武装龙科自选券章。那武装龙科呢，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免费的关卡去刷，所以这次合作的龙科其实还蛮好入手的。再来是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哦。就是这一次的奇文合作呢，其实加倍的时间是从7月14到7月16，仅仅只有3天哦，也就是他的合作最后一周，这次合作只有2周了，所以他的最后3天才加倍，是有一点点尴尬啊，因为毕竟整个合作呢，你都可能会用到这次的合作卡片去刷一些指定的关卡，这个分数加成才会比较高哦，所以这个我觉得加倍抽卡加倍的安排是有一点点尴尬的。那并且这一次的话，如果你储值满6颗魔法石，他就会直接再送你一次抽合作卡片的机会。好，那再来的话，下个情报是礼包的部分。这次也有卖这个龙科礼包，但我想应该是没有人要买啦，毕竟免费的就可以入手了。那再来是这个，还有更多礼包，你可以去透过花270台币去购买到这个奇魂的专属纪念桌布，这个就是个人有需求再氪金就好。那以上大概就是奇魂的更多情报啦，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奇魂合作的全新资讯，不要忘了按下钮加钮以及旁边小铃铛，下次有新的情报就会第一时间寄通知给你。那我是阿卡，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